这就是一个秘密，就藏在我的心底，深呼吸，不需要刻意。当我迷失阴雨，它会照亮我前行，告诉我点燃火的是自己，教会我燃烧汗水去代替泪的痕迹。火苗燃起才淡然苏醒，别轻易说了放弃，尽管暂时无光明，我仍然坚挺双臂。没事吧？
知道什么声都要听吗？黑八进洞的声音。来吧，学位学位，赶紧的啊！你们呢？哥，我没带。没带？没带你让哥教你打球，你觉得合适吗？手机我跟你讲，压我这儿，明天带学位来取。明天你要不陪我，你看他了吗？别盯着我，你看他。哥混进球坛的时候没穿开裆裤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技术不好就得多练练。我跟你玩去吧。别，咱俩玩不合适吧？你不是这老板吗？我跟你比什么呀？有人不合适，玩不玩？不玩，我让你变成我这样。玩多大了？玩你手里这么大。现在强，我要是再看你欺负小孩，我就派人去你们家门缝里塞条，骚扰你父母，你信不信？行，你狠，我走。喂，哎哥，打那小子跑了，当地堵住陈明了，先别动手，等我过来。整明白了，就是这小子找上饭。龙哥，龙哥，咱这回真不能放过他。你说咱怎么弄他？店里酒快喝光了，你们几个一人搬一箱吧。不是不是，哥，那事儿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，他没完没了。不是，抓他一回你放他一回，抓他一回你放他，那我抓他干嘛呀？买四箱。正好一人半箱。
成本事了，还是雇人打我。挣着钱了吧？日子过好了，干嘛要这么对我？我日子过得不好，但你也被人过好了。别以为你这回放了我，我以后就能放。走。也像我一样找不到方向。花有重开日，人无再少年。姑娘，你不能轻生啊！关你什么事儿？如果我没看见，这不关我的事儿。可是我看见了，这事儿我就得管。下来。你别过来，你再过来我就报警。你别紧张，我不是个坏人。你别过来，你离我远点。小心蝙蝠。抱歉，我失手了。万幸的是，我都没事。来人！救命！有没有人？来人！快来人！有没有人还没睡啊？救命啊！别喊了！救命啊！来人！没这个必要。不论发生什么事儿，你都可以告诉我，我也许可以帮你。
告诉你啊，法委会会疏而不漏，你竟然要敢动我一下，警察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你为什么不能相信我是个好人呢？你自己信吗？好，不管你相不相信我，现在我们两个人都被困在这个天台上，所以你只能相信我。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如果你愿意告诉我的话，也许我可以帮你。没人能帮得了我，我已经没有希望了。是吗？你看你手上的垃圾，他们是可以被回收的，连垃圾都可以被废物利用，人为什么不尊重自己的价值？不要轻言放弃。你这么年轻就选择寻死，太傻了。谁说我要寻死了？我就站在楼上吹一个风透口气儿。哎，你给我拽下来的。你干什么？思考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的话，那对不起。对不起有什么用啊？我现在回去，我要回家。你看，我说过，如果你肯告诉我，也许我可以帮你。来吧。你别碰我啊。珍珍，看你奶奶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！妈，你有病吧？大晚上发什么神经呢？你把珍珍再吵醒了。什么发神经？今天是我宝贝千金生日，给高考讨个好彩头。珍珍，哎，你是不是喝酒把脑子喝糊涂了？你，珍珍明天高考你不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才要庆祝吗？开门啊！行了行了，小点声！你说你这时候添什么乱呢？你，你看，哎呀，行，这位，过分了啊！我说怎么老打不通呢？我还以为你们俩出什么事儿。我跟你小熊紧赶慢赶的跑过来，只要你不打扰，我们娘俩就不会有事儿。别吵了，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了？珍珍，珍珍，看爸爸给你买的小熊弟弟，生日快乐，高考加油！还有你爱吃的生日蛋糕，来，咱切蛋糕了，切生日蛋糕了啊！
来，先生。哎呀，就摔在地上，你起来。不好意思啊，这蛋糕，蛋糕。哎，这膝盖摔坏了怎么办啊？没事。蜡烛还是要吹的。你这什么时候回来住啊？嗯，我打火机呢。我跟你说啊，你奶奶那房子，我只要前脚走，你大伯大伯母后脚就得住进去。这会儿还是找哥们儿盯着才出门的呢。那房子你不争不就行了吗？那不行啊，这些你甭管啊，你就好好考你的。医科大对你来说 so easy。 哎，来，多好看。哎，爸爸可是把好运都压你身上了。什么呀，你有中号真号买的彩票？你说说，肯定中。一天到晚正经事不干，净整那歪门邪道的。那个打火机找半天，来弄开。蜡烛呢？弄开。快许个愿吧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快乐，祝你生日。一百分，来，拿一百五，我这考一百分，我考彻底考砸了。不许胡说，不许胡说，不许胡说。各位司机朋友请注意，今天是高考的第一天，为了保障考生的交通顺畅，我市在学院路路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。我看你临时说送考穿旗袍，旗开得胜。客运男的我怎么穿旗袍？这叫指定型。检查一下自己的准考证。
考试工具有没有带好？人真呢？有没有看到人真？人真没来吗？看我感觉像什么？我不在这玩儿，我这刚买没几天，我来不及了，我考试去了。哎，等等，等等，师姐，师姐。进去吧。大家可以答题了。考生停笔。
请将考卷翻面。这雨越下越大了，今天看样子没什么人来了。天真，这估分怎么样了？还行吧，就这几道题总估摸不准。你呀，每次估分都给你自己少算，肯定没问题的。喂。啊，这两天饺子馆挺忙的，你们先去吧，我得在店里帮帮忙。不用你帮，这点活慢忙的过来，快去跟他们玩去。我听见了，阿姨说不用帮忙，你快收拾，明天一定要去啊，大家一块上海啊。你说你好不容易考完了啊，还不好好跟他们玩去。妈，你这都难受好几天了，要不今天就关门吧，我陪你去医院再查一查。不用，妈这都是老毛病了。哎呀，你先帮妈盯着点啊，妈去先把菜洗了。妈妈，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当医生，要是有好的医生，妈妈的病就不会被治错了。好，妈妈等我的真真长大了当医生，给妈妈看病。嗯，白菜馅的还没包呢吧？啊，对，还有两份外卖，白菜馅的。哦，对，十号楼的要的白菜馅。小心点儿！一个人走那么深，不害怕吗？你不也是一个人吗？有什么好怕的？
我等你去大学了怎么办啊？要认识新的朋友了怎么办啊？今日哎呦呦呦呦呦呦！我以为你能喝呀，我能喝。你看能喝了多少？能喝完醉，我们十八岁可以喝酒啊。怎么了？那你回去你爸怎么说你吧，我。哎呦，走，太沉了。你腿破了啊？哦，灯罩在哪儿弄的？没事，我有创可贴。哎，你上哪儿去？你去哪儿见我？哎呀，没事吧？嗯，躺会儿吧，喝多了，谢谢啊。那是你堆的飞机啊？嗯。这海水涨上来，一会儿就冲没了。无所谓啊，反正都会消失的。嗯。我们是在毕业旅行吗？对啊，你怎么知道？一大帮的人，又哭又叫的，想不知道都难啊。嗯，是啊，好久没有这么热闹过了。你一个人来的？严正，我太高兴了，我们终于要上大学了，而且之后你就是人医生了。哎呦呦，好好好，哎呦，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但万一是还不到呢。行了，他喝多了，我们走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多了，真的喝多了。严正。对对对，就是点医生啊！我们先走了，谢谢你，创三鲜饺子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不营业哈，你改天再来好吗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改天再过来啊。好。妈，这电话怎么总是打不通啊？咱们耐心等着啊，没事儿。这小芬出来没有啊？哎呦，还没出来呢，你这会儿别打电话好不好？去年分数线536呢，今年估计更高。是什么意思？万一科大估计选了。哎呦，那我们可以报别的医科大吗？你现在这分数已经超过去年的一本线了。啊？
那分数再低都已经没有更好的了，而且也学不了临床专业。珍珍，咱们填志愿呢，还是要保险一点。这要是能过一本，对咱们家来说就是天大的喜事儿了。没事的啊，咱们晚上回去再商量商量。没事的啊。去待会儿，珍珍，那冰箱里有妈妈给你留的菜，你自己热的吃了啊。飞向梦里的花。